辈生张诗芸，大家也可以叫我长安。我想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应该都还不太认识我，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接下来的内容请 0.75 倍速播放。我是一个在宅舞、韩舞、中国风爵士之间反复横跳的 B 站舞蹈圈 UP 主，是一个喜欢穿杰克制服、汉元素、洛丽塔小裙子的三个少女，也是一个麦吉尔大学之网课加里敦分校天天守着电脑看 lecture recording 的音乐学专业女大学生。同时我也是一个正在努力减肥，然后每次上 MC 都会被说需要 0.5 倍速看我讲话的新人小偶像。在跟我熟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内在性格跟外表看起来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女生。来到四八是因为真的很想有机会能够唱歌给大家听，也很想有机会能够站上舞台，实现一个我从小以来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在为这个梦想努力的过程中，我有收到过很多赞美和鼓励，也有收到过来自他人的冷嘲热讽。他们跟我说你不适合学这个，你不可能成功。但是我想说，别人说我不行，那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就是可以。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我就想尽百分百的努力，取得一个我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成绩。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，然后一直能够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无论你现在还是坐在教室，或者是已经出了社会，都希望你能坚持做你自己。然后我今年总选的目标是能够不坐大巴，然后争取能够转正。希望大家也能为我投上宝贵的一票，然后谢谢大家，我们以后一起加油吧。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不被定义的可能。